色是泉州那边才会有的，泉州那边的音比较重。有一个爷喜欢人看到起床。所以你们的鸡是我们的狗，我们的狗是你们的鸡。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马媳妇雨木。那我呢是土生土长的福建泉州人，我们在家里面基本上都是讲闽南话。那来到马来西亚这边呢，我发现大家也基本上很多人都会讲闽南话，只是这个闽南话跟我们的闽南话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是马来西亚吉达人，他们家乡讲的是北马福建话。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聊一下这两国的闽南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地方。还要你挑一下，很奇怪。看一组穿先。好，那今天我们就选了十个词来看一看我们两个地区的闽南话究竟有什么不同。加班，加班，加班，加班。我们厕所叫做厕所，厕所。感觉是很多。厕所呀。肮脏，我们这边叫垃圾，你们那边叫？我们叫熊熊，熊熊，熊熊，但是熊熊熊熊。比如说我说你这个人很嫌弃，你这个人很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会说是介然他熊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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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色是泉州那边才会有的，泉州那边的音比较重嘛，所以它是色味。然后像台湾啊、厦门他们那一边的地区，就跟你们一样是贡。讲什么？我亲像天顶的仙。吃饭我们那边是叫做吃饭啊。吃。饭我们叫滚。加杯，加杯，我们加梅，加梅粥，我们是叫我们的粥是叫做阿梅，在我们那边叫做沙文，因为我们是叫沙文的，对，哦，一样哎，我一直以为是马来文那边翻译过来福建话，马来话沙文 ，S A B U N， 他们就是马来话的那个也是叫做沙文，也是意思也是肥皂。感觉好像闽南话还跟马来话通一点点的那种感觉。我们的洗澡是水仙，那里有水丘啊，水仙啊，谁我们叫谁？可是我们冲凉叫长 A， 长 A 就是拿那个东西冲你是吧？长 A， 风是一样的 ，A 是凉，不知道，因为我们就一直叫洗澡，我们没有叫冲凉的这个习惯。我们就一直说我们要去冲凉啊，去冲凉一下之类的。因为我们一直冲凉，我们一天冲很多次凉又很热。因为我想象不到你每天冲了我多次的感觉。很热，一天洗一次啊，而且冬天你还不能太常洗澡，因为太常洗澡它皮肤会很干嘛，然后你就会起皮啊。壁虎叫做显狼，很闷的人叫显狼。所以你们是螳螳，然后我们是显狼。他们好像是说那个壁虎是趴在那个墙上面啊，然后好像就好像是闲闲的这个人的感觉。对，所以他是很闷的人呢、啊。年糕是低鸡，鸡就是高的意思哦。我们的鸡也是叫鸡，鬼啊！所以你们的鸡是我们的高，我们的高是你们的鸡。对啊。就很混乱。是我老公之前去我们家的时候嘛，然后我妈就说我们一起来吃丁鸡啊，然后她就一直以为说是田鸡，她要去吃田鸡。我们闪电叫起床。有一个爷喜欢人看到起床。爷熊熊的起床。洗刷，洗刷，他跟我们差不了多少啊！要叱咤，叱咤，叱咤，然后
讲叫细爽，或者是我要讲长爽，叫细爽。清爽，清爽，清爽。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已经学到的词汇：色味、高花、龟、丁高、丁龟、不对，等一下，我操，好混了，奇怪，丁鸡、丁龟、狗、阿妹、阿三、熊熊、拉三、哈哈哈，洗澡，洗澡。水仙，打 A， 可以张，三文，三文，厕所，厕所，江南，闪电，气喘，细爽，壁虎，显狼，金汤，给咱煮高鸡蛋，给你煮块毕业签呢，拜拜。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请及时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是一号雨木。